组团啊，演出者有我们家的邦尼小子，还有其他配角。好的，在打完的大学里面，社团、把妹、电吉他，这是生活中的三大元素啊。成绩上面的问题，只要好好的处理一下，教授就没有问题啦。而我们现在目前快乐树最大的危机，就是要加入 HOW 的团队。没错，就是要加入后哥的小宇宙音乐里面啊。闭嘴，我也想要红啊，所以说我一定要加入后哥小宇宙里面啊。有许多的梗已经编入了后哥里面的注册商标，不能常用啊。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可恶啊，刚交代完而已，又要找新的人啊。快乐树现在面临最大的危机，就是明星二缺一。不对，是怎样加入 HOW 呢？毕竟打完都加入 WTO 了，快乐树怎么可能会输人呢？这时我们的邦尼马上就去乐器店买一把吉他。这把吉他造价不便宜，听说有被石头舔过。老板，我要买这把吉他啊。我没有钱，糟糕，就跟小编一样，根本没有钱啊。哎，你怎么会有得到钱啊？这么好看的事情哪里找呢？赶快啊，台湾缺血捐很多啊，去这个捐血车捐一捐啊。可恶啊，小编捐了那么多血，只换了面包和豆浆而已。我是来捐血的，我还没有艾滋病啊，我宣称嘿。哇，这个在抽哪里的？我天哪！为了梦想，我可以忍呐。哎，我终于知道那个口香糖为什么不会痛了。来，还有一只哦，乖。天哪，你有没有医生执照啊？医生执照。这为什么要有这个东西？打针就只要拿一个针筒插下去就可以啦。不瞒你说，我之前还是读续保科的嘞。那续保科应该把你赶出门了吧？哎，三角被掉包了。哎，说好的钱呢？怎么变这样子？那不然你再捐一次啊！可恶啊，好像被冠老板压榨完血很老了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欢迎来到选拔比赛。你看哦，我可实用的卡祖笛，看我的，我会吹阳明春晓哦。你看。好的，现在目前酷刑男要打拳的分数已经快要入选了，轮到我们的邦尼出场了。没关系，这天团吉他手石头舔过的吉他一定能够成功的。吉维邦尼，你弹的这是什么乐曲啊？居然能够弹到断弦，实在太炫了！决定就是你了！哇，这个乐团没有救了！究竟会是什么事情发生呢？编剧有可能完成浩哥的小宇宙快乐树版本吗？快订阅才知道啊！